王泽山，被称为中国火炸药之王。他创新发展的系列火炸药技术，推进我国在这一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他因此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就在颁奖的前几天，他依旧保持着有条不紊的工作节奏。我们跟随着他，来到了他任教的南京理工大学所属汤山科研试验中心。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火炸药试验场是他最熟悉的地方，直到现在，他仍然常年奔波在一线。火炮、导弹、航弹、鱼雷、水雷，这些个叫火力打击武器，那个火炸药，用这个驱动的这种武器，在这个武器系统中占绝大部分。它的性能是决定了武器性能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这里的工作状态让现场所有的媒体记者感受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150米靶道准备做实验，请大家隐蔽好。3、2、1，放！火炮、枪械、废弃火炸药处理，各种试验陆续展开。不时传来的爆炸声让我们这些外来者感到心惊。对，我们的是习惯了。作为一名领导者，王泽山组建的梯队是世界顶级的，他们要解决的课题也是业界最难的。他经常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别人没做的我们做，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王泽山解决的第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上世纪80年代首创了不同类型废弃火炸药的处理方法。一般来说，火炸药有着严格的储存期限，处理掉过期的火炸药是各个军事大国每年的例行公务。它解决了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这些原本需要出资处理的危险品可以转为民用，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过去有过把它埋起来，但是比较普遍采用的还是烧和炸销毁，也有少量的代替煤，比如做油漆啊，但是都是小规模的，解决了这个公害，变成这个财富，这就保证这个国库储备进去的和出来的，让它良性的循环。他的这一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然而，对已经在专业领域沉淀了40多年的王泽山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话很少，他半天都没有一句话，但他只要他说的话，那都是非常关键的。他说能做成，还真能做成。我个人确实这个倾向于安静啊，比较平平淡淡的做一些事儿，周围的事情这个基本就不参与，自己要把自己控制好。我的听说老师，郑克栋老师是对对就是庄威这个人。好，谢谢。虽然生活中不善言谈，但在媒体采访时，一谈起工作，王泽山滔滔不绝。他的一切时间都服务于工作，生活上没有什么高要求。
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他的趣事。他不光是自己没有时间概念，搞得我们也给他弄得没时间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是年初三，就把我们找到一起开会去了。学校里面好像有一次要拍照还是干啥的，所以要穿个正装，打个领带。他确实穿个西装，打个领带来了，就是短裤没换，就很可爱，很可爱，把我们在下面笑坏了。他有一次出差，我看了很惊奇的，就是拎了个透明的塑料袋，塑料袋里头大概几百块钱还露着，我说你招小偷呢。这是一段同事们前不久录制的视频。虽然是寒冬，可常年在野外工作的王泽山对这样的寒冷已经习以为常，最后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穿上棉大衣御寒。王泽山的第二个世界级成果被称为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使火炸药性能对环境温度变化不敏感，从而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使用。温度高的时候速度快了，那可能打的是远一点，但是压力高，温度低了呢就慢了，它是一个变的啊。这武器在使用当中，它随着环境的变化，它的性能连白天晚上都有差别。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火炸药在使用中受环境影响的问题尤为突出。但是从国际上而言，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加入一些个物质，比如高分子啊，把它做一些个处理，好像有这个效果。但是这个东西呢，国外也试着生产，它只能对个别一种品种可以行，但是行也是第一年行，第二年行，过几年就不行了，长期研究没什么结果，因为在那个高压瞬间反应的时候很难解决这个物质固有的规律，那是自然的规律。王泽山想到了一个前人从没有想到的角度，他的低温度感度技术在火炸药化学反应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物理设置。我又建立一个物理系统，就是一个物理的和化学的两个系统结合，就变成你不升高，我得跟着负向的降低，合在一起就变成温度升高它不变化，降低它也不变化，加一个补偿系统，这个问题解决了。他的这一发明使得武器装备在极端天气环境下性能指标优于国外，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国身管武器的型号研制与现役装备改造。面对成功，冬天习惯了不穿棉衣的王泽山开启了自己的玩笑。低温感，人就是低温感。质朴，没有架子，是所有人对王泽山的印象。午餐时间，他总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即使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后，也从不享受特殊待遇。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经历过零下30度，我们撑一天都有点觉得够呛，他还是从早到晚一直都是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很佩服。这天在离开试验中心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工作了一天的王院士在车上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在他看来，
对每个课题尽职尽责，是他做人的原则。既然我接受了，我必须要把它完成，必须完成好，绝不会把一个无结果的，或者半途而废的这个东西去交给人家，这个思想还是肯定的。这个从我做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你不完成，那你是跟这个诚信是违背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也许是因为一直在校园中生活，王泽山一直保持着活力。他60多岁学会开车，80多岁仍健步如飞。从年轻时起，他一直是一个敢为人先、善于创新的人。我们学校建造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也很少。也是我第一个使用的，就是经常他现在出去汇报嘛，他前一天晚上他自己会做 PPT， 好多人都认为是我们年轻人帮他做的，实际上不是，是他自己做的。接受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能力，好奇心很强。南京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重型武器装备。有人说，是事业使王泽山一直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1996年，低温度感度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但他的精彩仍没有停止。这个追求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超越。我必须用别人不能解决的办法，我要能解决。有这个追求，同时呢，我感觉我采用一些个科研的手段、科研的方法、科研的思想，比如学科交叉，运用大家群策的群力。我们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找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印记，记载着这所大学的故事。它的前身是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王泽山是东北人，出生于1935年。他是追随着学校来到南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确实我父亲真是告诉我，你不是满洲人，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我邻居这个晚上来了人，警察围上抓走，没人也没有。直到这个没有家，没有国防，你是处在什么地位？确实有这个感觉，所以真正思想的想的是，我们国家要强。我当兵，也就是这样，就是过去一听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做国防的，大家争着报名，我更报名去了。选择专业，我就说选择火烧药，大家有些不太愿意干的，那我干，是。虽然说事业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在王泽山的心里却始终留有深深的遗憾。确实想到过去有好多事儿，感觉后悔太晚了，就是当时不明白事儿，那你父母在的时候，自己一直在这做工作，这现在都想起来，哎呀，你看我怎么就没多那个照顾着。
那好多小事，就比如说到那个学校，父亲去看我，哎呀，我怎么没去领我父亲好好的在学校转一转看一看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王泽山第三次发起了对火炸药关键难题的挑战。这次他进一步完善了发射装药技术，并由此建立了发射装药学，这成为了日后武器能源装药应用的理论基础。这一技术的核心是装药模块化。这个就是模块药啊，模块装药。过去是弹丸，后面发射药呢是个药桶或者用布袋，这样的时候呢它这个装填呢那是很困难的啊。现在呢改成模块就好了，打近的有一个，打远的再增加，一般是到六个。那么好在哪呢？可以实现自动装填，可以机械化，可以提高射速，过去可能一分钟你打五发，那现在用这个可以到十发，相当于一门炮代替两门炮。王泽山所发明的装药技术至今仍是国外无法突破的难题。2016年，他再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成为罕见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冠王。除此以外，他还规划引领了火炸药学的科学发展，为我国今后的火炸药技术等国防行业提供了某些基础条件。终于，潜心事业62年的王泽山荣获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时刻在琢磨这些事儿，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停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把头这么半抬着仰着，那我就知道他在想事情了。我们发现身边的人对于王泽山除了钦佩和敬意，还有许多其他的感情，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在一些关键项目上可以动员全国的相关单位。做好了嘛，算你个人的成绩，如果做不好，他会给你解释，这是我没考虑周到，他会把责任自己揽下来。不只是把兵器行业里边的南北理工都是大牌专家教授，包括204科大，包括在这一方面火炸药势力非常强的九院都拉在里面，感觉把大家都能融合在一起。与一般院校不同的是，有着军工背景的南京理工大学校训中有献身两个字。因为科研保密的原因，他们的很多故事过去不为外界所知。这天我们采访结束时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王院士拿着简单的工作餐，自己开车在细雨中离开了。他告诉我们，他们团队最新的工作是在研究用无溶剂法制作无烟药。在火炸药领域，已经82岁的他仍将坚守。都我们说，哎呀，你遇到什么重大难题，哪些也痛苦，这个每一过来都是难题啊。我说这一直是难题嘛，过去叫什么贵人先生我都没那么想，就是说你看准了目标，那绝对的不要轻易的放过。
2018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病毒学家侯云德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月，对于89岁高龄的侯云德来说，显得有些忙碌。他刚刚获得了国家的至高荣誉，这使得侯云德和他的科研领域第一次被人们真正关注起来。这个控制传染病，应当是我们这个卫生系统啊，卫生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传染病，老的传染病，已经知道的传染病，控制了。不能说聪明，我还是很勤奋的。这个认识世界的目的是在于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的名言。认识世界啊，就是我们去学病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消灭病毒病。嗯，啊，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迎新街100号，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老所址。这个标志性的苏联建筑很容易把人带进回忆的年代。走进侯云德的办公室，不足20平米的房间堆满了他科研历程60余载的资料与书籍。一台电脑，一台旧电扇，一个普通的水杯，朴素的让人惊讶。也许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非常陌生，但你可曾知道，这个人用他毕生的精力与智慧，构筑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守护人类不被病毒侵扰，守护着数亿百姓的幸福安康。病毒可以治病，导致的治；第二呢，可以治病，防治的治。他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发现病毒、认识病毒、理解病毒、应用、掌握好病毒。病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是由一个核酸分子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靠寄生生活，介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在病毒的海洋中，人类能够保持健康，要归功于我们拥有一个完善的防卫系统，它不断地监视和清除来袭的病毒等病原体。侯云德做的研究工作就是保护人类免受病毒的侵扰。瘟疫、战争、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他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人间，不仅带给人类痛苦和恐慌，也会导致社会的衰退，甚至于国家的消亡。古希腊时在雅典发生的瘟疫，6世纪的时候在东罗马拜占庭发生的鼠疫，12、13世纪欧洲兴起的麻风，14世纪欧洲发生的大面积鼠疫，均造成了十分恐怖的场景。在中国的历史上，病毒病曾造成多次瘟疫流行。早在4世纪的医学书籍上已有天花和麻疹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泛推行普种豆苗，迅速控制了天花。病毒病在我们身边极为常见，甲型流感、禽流感、艾滋、病毒性肝炎都列属其中。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一度超过1亿，占总人口的10分之1。2006年的数据表明，我国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大大降低，减少了3000万病例。这和侯云德研制的基因工程干扰素阿尔法 1B 有着直接关系。这个药呢，治疗慢性乙肝，它的疗效是在治疗以后病毒的抑制大概而且治疗一年病毒的抑制率大概是5%到60%。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有无数的
慢性乙肝病人和丙肝病人也接受了就是侯先生研发的阿尔法抗生素进行治疗，而且得到了康复，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我们人体有一种天然抗病毒物质叫干扰素，在发生病毒感染后，它能够防御病毒的侵袭，因此干扰素成为最有效的病毒防御类药物。在中国，侯云德被称为中国干扰素之父。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了对于干扰素研究的探索。为什么研究干扰素？因为我修在这个病毒病，就要控制病毒病，是吧？控制病毒就是，干扰素可以控制病毒病。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三元基因公司，是国内最早生产干扰素药物的企业。侯云德在得到科研成果后，第一时间想到了将成果实现为药品，应用临床，造福更多的患者。他研究的阿尔法 1B 干扰素，相比国外的阿尔法2干扰素，极大降低了患者的临床副反应。当时好像是那个把他那小抽屉打开，我一看，里头全是各种证书、奖状，然后论文。哎，然后他就说：“哎呀，他你看看，我们这么多科研成果哈，他如果能把它变成药，啊，变成疫苗，哎，这就好了。今天哈，这个，通过25年的发展哈，应该说的话呢，那个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病毒病的这个防控领域啊，啊，一个最基础性的用药，啊，每年有上千万只的产品在医院。”每天有上万的医生在处方这个药，啊，可以说在我们的整个抗病毒领域的，啊，疾病应用中间啊，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经过10余年的持续努力，侯云德研制出基因工程干扰素系列产品，其中重组阿尔法 1B 干扰素已于1989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1993年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对，你看我的照片吧。照片啊，你看看啊，嗯，哎呀，都是。这个照片是我苏联留学时我的导师和我。这个是我爷爷在莫斯科。啊，又这么帅。啊，哈哈，这年轻。侯云德是个喜欢怀旧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珍藏了他多年科研的照片。其中留苏时期的帅气形象格外抢眼。1958年，29岁的侯云德公派到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在苏联医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副流感病毒。强烈的事业心和上进心激励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这期间他甚至帮助研究所发现并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那个时候呢，他实验室那个动物，那个小白鼠啊，全死光了，不知道原因。我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帮忙他解决了为什么这个动物大量死亡的原因，提出来是携带病毒感染。由于侯云德此番突出表现，研究所破例在他结束3年学习研究生活后，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1962年，侯云德学成回国，立即开展了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学研究。1972年，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侯云德参加了普通感冒的现场防治工作，积极创新，埋头于中医古籍中。他发现黄芪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繁殖，诱生干扰素，用于协调治疗普通感冒。此后，侯云德继续投身基因工程干扰素的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豆苗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这里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新址，他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病毒研究实验室。
这里的工作人员与侯云德一样，奋战在病毒研究的一线。他们要在这里研究最新，也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这就是侯云德从事一生的危险事业。但是呢，我们经常说把这病源作为做成一个这个魔鬼的话，把它当成魔鬼的话，我们侯先生就是看着魔鬼大门，就是那个魔鬼大门的人，就是盯着他不要跑出来。实际上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非常伟大的。以解除百姓痛苦为基础，侯云德始终专注于与病毒的斗争。1994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作为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现在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顶层设计中。侯院士，他呢，作为我们国家在疾控领域内的一个权威专家，他指导我们在应对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技术方案。首先，阻止疫情进入我们的国内，怎么样能够采取有效的办法在口岸加强检疫，加强快速的识别。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一旦这个疫情进来了，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哨点医院就能够发现它，抓住它，而不至于形成扩散。那再退一步说，它真正出现了局部的扩散，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控制住它，不出现大的播散？这就是侯院士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种解决方案。在中国，传染病带给人的伤痛离我们最近的要数非典。2003年年初，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出现在了人类的灾难史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报告显示，非典全球共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感染人数共8422例，死亡916例，平均病死率为10.8%。对于未知的病毒，手足无措的人们人心惶惶，一时间谣言四起。生存与死亡，伤痛与无奈，困惑与抉择，构成了亲历者们共同的记忆。对这个病源一无所知，所以最大的恐慌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当时我们有这么多的病人，包括我们医务人员感染，怎么防护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不知道它病源是什么。搞清病源是什么，就是侯云德带领的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做出的最重要工作。治疗效果，治疗是一个人，我是指这个病的流行能给控制住，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个流行一个疾病三个环节，我不能从哪一个环节中间截断的话，这个病就没有了，就流行不起来了。2009年，一种新型甲型 H1N1 流感肆虐全球。侯云德院士带领我国专家团队，72小时拿出诊断试剂，并发放全国。87天成功研制全球第一个新型甲流的疫苗，并在我国甲流大流行前上市使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流感大流行的人工干预。像侯院士这种呢，他还是一个战术家，战术实践家。我刚才跟你提的，他作为863的首席，那他要对整个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要进行布局呀。他从战术上布局他的实验室，也跟他的专业有关。那他是病毒学家。非典与甲流后，侯云德及其团队研究了突发传染病应对的方法。在一次次突发传染病事件中，逐步建立了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并取得了多项重要的科研成果。
在中国疾控中心疫情会商室，我们看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可以实时监测报告法定的39种传染病，并覆盖100%县级以上的医院，以及94%的乡镇卫生医院，为疾控中心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和民众健康保障。这个网络体系切实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成功应对了近年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因此，他强调我48小时一定要对这个已知的传染病的病原体要很快的能鉴定出来。那么在72小时要对那种未知的或者是新发的，就可能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我们在72小时也一定要能够弄清楚。那么在这一块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布局和投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侯云德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果。1990年，他独自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分子病毒学》。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病毒学科中的典藏书籍。2001年至今，他亲自收集全球的最新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已有555期，提供给相关科研人员参考，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新药和新型疫苗的研发提供了最及时有效的信息，令人敬佩又感动。这个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紧盯着各种病毒，你怎么可能写出这么一本书了呢？横跨病毒学相关的各个方方面面、各层各面的东西，还要横跨分子生物学，你想想。所以呢，从他写《分子病毒学》这本书来看，就是他盯着病毒的方方面面的一个病毒学家。采访中，我们问起侯云德院士的性格，很多人都说老先生充满睿智，执着又坚强。他爱人去世的那天，我们那天是有会议的，我们所里头要研究我们很重大的一个这方面的事情，他要参加的。结果呢，早上他不是跟我说他爱人去世了吗？那我说今天的会就取消吧，他说不用，接着开。他一点没有任何的异样，跟平时把那整个会议开完。所以老先生在别人面前是非常非常坚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侯云德都在坚守。就是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们，在传染病来临之时，从源头控制并掌握了疾病的本源。2014年，西非爆发大规模埃博拉病毒疫情，中国疾控中心在侯云德院士的指导下，派出了一支优秀专业的团队，与疾病抗争，并帮助非盟建立了自己的疾控系统。从一个青葱少年到一位白发老人，侯云德在他的病毒道路上前行了60余载。现在他仍然坚守在学科发展的前端，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出现。他说他将永远做人民健康的捍卫者和守护人。一个是那个转好就不容易了，但是我说的病毒嘛，当然我要控制病毒，病来没这次贡献。